相机、镜头、脚架、电脑，缩时摄影师不可或缺的工具。除了速度和效能，另一个我选择器材的条件就是稳定和质素，可以给到我最大的信心去完成我的工作。而 Nikon 的 Z 系相机就可以给我这个最大的优势，应付所有的拍摄工作。